大猩猩，大猩猩，兄弟们，他们在吃树药啊，树药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们给他们准备了7个香蕉啊，来驯服一下。来来来，给你吃香蕉。哎，得扔给他对吧？哎，你看，在吃香蕉啊。我们来驯服两只大猩猩，把它带进我们的生物乐园里边。这个大猩猩是一个中立的生物，只要其他的动物不打它们，它们就不会主动攻击其他的动物。所以说现在没有拴绳，也可以把它放进这个生物乐园里边。哇，这么难驯服吗？我哎，好，驯服了一个大猩猩啊，两个大猩猩全部都驯服完了。先让他们坐在这边等我们啊。除了大猩猩之外，咱们还要驯服一下卷尾猴，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一个丛林里边的生物啊，我们最好一起把他们带回去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过去看一下。这不是三嫂吧？食蚁兽有掉落物吗？什么都没有。那好，我们再找一下这个卷尾猴吧。来看一下卷尾猴用什么驯服啊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也是香蕉。哦，可以用香蕉来驯服他们啊。但我们的香蕉应该不太够，再搞一点吧。现在只有两根。香蕉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只要打这个丛林树叶就有可能掉落，但是掉落的几率不是很大啊。不过这棵树掉了一个，还不错，我们再搞一点吧。驯服两只卷尾猴，我觉得怎么也要七八个吧。找了好长时间啊，兄弟们，这片丛林里边好像没有卷尾猴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先把这个大猩猩带回去吧。来，我们先用这个拴绳把它拴住。OK， 再来挖一个虚空传送门。现在我们的套索只有一个啊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一只一只的运输。好的，传送门已开启，来来来，给我进去，拉他一下啊。哎，好的，进去了，我们也跟着啊，走走走。哎，哦，好的，没有错，兄弟们，我们的大猩猩和我们过来了，我们把它拉在这个生物乐园里边，把它放在这边就可以啊，离这个老虎远一点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这两个老虎隐身了，老虎是会攻击大猩猩的啊，所以尽量让他们远一点。哎，猩猩在吃竹子，兄弟们，好，很不错啊，重置一下复活点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另一个猩猩也带回来，最好呢，可以把两只卷尾猴驯服一下。哎，这不是卷尾猴吗，兄弟们，来来来，拿出香蕉啊，谁要吃，快来，就他吧，兄弟们，驯服一下啊，五个，我就不信驯服不了一个。哎，好像已经被驯服了，可以跟随我们，等会儿啊，试一下，再停留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再来驯服一只啊，看一下三根够不够，一、二，兄弟。那好吧，只驯服了一个啊。这个卷尾猴除了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之外，它还是我们的得力帮手。比如说我们打一下它，你看啊，哎呦呦呦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我们背后的卷尾猴在向他们扔石头，它在和我们并肩作战。哎，这东西也是不错的，如果多养几只就是我们的一个远程的弓箭手啊，很不错。哎呦，不过这扛不住了呀，兄弟们，快跑，快飞，快飞，还在我背上，可以。哎，这边怎么还有羊驼？哎，这是我的猴子吗？好像不是啊，这个应该是。哎哎，怎么？哎，大哥，别打我！错了错了错了，哥，我飞我飞我飞，我先走啊，兄弟们。哎呦，这猴子真的是记仇呀，还在打我！别打了，大哥，我认错了。也不是打不过他们啊，是因为我们还要驯服他们，把他们全部都干掉之后，我们就没有猴子了，对吧？我们过去把这个羊驼干掉吧。哎，你看这小猴子，这个就过分了吧，还在打我。这个猩猩应该是我们刚才驯服的啊，那先把它带回家吧。把它带回家之后，我们再来驯服卷尾猴啊。这个卷尾猴是比较烦的。OK， 把它拉进去。好，我们走。现在的话，两只大猩猩已就位，看一下这两个猩猩能不能繁殖啊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，生一些小猩猩，咱们这个生态乐园就可以无限繁殖了。看一下，哎，好像没有繁殖的办法。获得香蕉，他们就会被我们驯服，会保护我们，但是好像不能生孩子。那他们应该是自然生孩子的，他们吃够了足够的竹子，应该是会自己生孩子的。那就先不管了，我们找卷尾猴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兄弟们，这个羊驼刚才应该是传送过去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流浪商人干掉吧。干掉之后，我们还需要用一些烟花火箭，烟花火箭不太多了，再拿一组，我们去找丛林，搞一些香蕉去驯服卷尾猴。四个香蕉应该差不多吧，别跑。来，哎，这次我们成功驯服了，获得了一个进度啊，耍猴戏。OK， 让它停留啊，我们还差一个，再搞一个咱们就可以回去了。哎，这个驯服了吗？它可以跟随我们，可以停留，但是我们驯服的时候没有冒爱心，但应该差不多吧。好的，两个卷尾猴，这边还有一只啊。来来来，这个是已经被驯服的，我们让它站起来跟随我们，然后呢咱们用这个拴绳把它拴住。 OK， 那现在我们生态乐园里边有了老虎，有了猩猩，还有了猴子，差的东西应该不太多了啊，我们尽量把这些可可豆、西瓜，还有这些藤蔓什么的，全部都搬在我们家里边，装修一下我们的生态乐园啊。来，还有一个。OK， 两个猴子进去了，我们也走。猴子应该是可以繁殖的吧，看一下啊，卷尾猴。
看一下喂鸡蛋可以治疗它们，看一下怎么繁殖啊。喂食它们最喜爱的食物蛆可以繁殖，哇，独特的爱好，我们家里边应该是有蛆的啊，回去找一下。刚刚好我们家里边有两个蛆，看一下能不能繁殖啊。但是其中有一个猴子我好像没有完全的驯服，它并没有冒爱心，但是可以听从我们的指挥。我们看一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得完全驯服之后才可以生孩子，先试一下吧，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抓两只，对吧，这个也不太费劲儿，只不过需要多搞一些香蕉喂一下。哎，得丢一下对吧，哎，再丢给他。哎，怎么不生孩子呀？你俩这难道都是两个公的？